第七集，麻辣烫的做法。麻辣烫食材的烫制，无论你在中国的哪个城市，只要快递能够到达的地方，你都可以坐在家里品尝我们的麻辣烫口味。陶大姐 QQ 525-636-977。陶大姐团队精心研制了烫菜汤底和食客喝的六大汤头，解决了传统麻辣烫的弊端，推出了四大创新点。一，不仅可以始终保持麻辣烫高汤的口味，从早到晚鲜美度不损，口感一致，持久鲜香。二，烫出的菜又比直接入红汤烫的菜更鲜美。三，食客喝的汤更营养。四，更有一点是还节约了成本。你想想，给顾客食用的汤一直要大翻大滚，火力成本要高多少？陶大姐 QQ 525-636-977。陶大姐 QQ 525-636-977。陶大姐 QQ 525-636-977。菜品的烫制具体方法是：把调配好的骨头汤倒入锅内或者烫菜机内。客人选好菜后，我们直接把顾客选好的菜除去竹签和皮筋，按顺序放入锅中烫熟。一般是先放肉丸类的，然后是豆制品，然后是菌菇类的，放入豆制品上面，再放入鸡蛋、面、粉一类的，最后青菜放到最上面。因为青菜烫一下就可以吃了，所以要根据食材的成熟时间来先放后放，保证烫出来的菜刚刚好，熟了而且不老。烫菜技巧，按照肉类、鱼类、豆制品、蔬菜类的顺序来烫制。涮烫食材时，要切记先放入不易熟的食材，先将肉类提前涮煮锅至八分熟时，再放入容易烫熟的食材。在烫制荤菜时，要用筷子不断地在勺子中搅拌，帮助荤菜快速成熟。最后放入蔬菜类，烫煮3到50秒后即可出锅。像土豆片、山药片、藕片、冬瓜片等薄片入锅一烫就可以捞出，入口是脆的。烫制时间的把握，一般是素菜在1到3分钟左右，荤菜是在3到5分钟即可烫熟。最后把烫熟的菜捞出到碗里，舀入2勺事先调配好的汤头，再放入一些调味料，就可以给食客食用。